叫吉祥小蝾螈，也叫六角恐龙。听说它是个吉祥之物，如果你也感觉到它非常可爱，会给你带来幸福、美满、吉祥，那么进来老铁能否给它个双击？希望双击的老铁都能挣100万，爱情事业双丰收。进来老铁，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那么就留下你的双击，加关注看，马上赶海直播喽。老渔民说：“见金蝉者发大财，兄弟姐妹来都来了，双击皆好运。我祝给我双击的老铁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进宝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可乐，千事吉祥。”不知道是啥情况啊？是大潮浪大了，还是气候影响导致这条大鱼搁浅在这里啊？咱给它拔出来啊！挖池王的大爷说这是条黄金蚌，本地特别稀少罕见的啊，少不了20斤左右。好多朋友没见过，没吃过，第一次见，二话不说就奖励红心，并且加上一关注来看我赶海直播。来，朋友们哈，今天咱们给大家解剖一个海藻哈。首先用剪刀把它剪开哈，把它的内脏去掉，就吃它外面那层皮啊。学会的老铁扣个一。进来的朋友们，如果此时此刻你用的不是老人机、大哥大、BB 机、座机，就给个双击，看我下午赶海直播。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来到海边，在一个破旧的游泳圈下面，发现了一个超大爆炸鱼。光看这爪子哈，估计这个爆炸鱼都有好几斤重，是一个吸盘都有我的脚趾甲盖这么大。别的视频可以不给双击，抓到这么大的爆炸鱼，记得给一个哈。喜欢的记得加个关注，看你直播。